30多岁还要被我妈叫起来给她化妆，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？唉，算了算了，谁让她是我妈呢？给她用一下这个 FV 的粉底液吧，这个我平时出门都在用的，质地特别的水润。像我妈就是经常就是做家务啊，脸上有一些瑕疵的斑斑点点，而且就是皱纹特别多啊。用这个粉底液的话，它可以遮住脸上瑕疵，而且的话，就像皮肤干的，它都是完全不会浮粉卡粉，看见没有？我的天呐，一下子这个皮肤看起来就年轻漂亮了不少。用完之后呢，记得啊，用这个定妆蜜粉给它定个妆。像我妈老是喜欢去广场舞跳舞啊，你看跳完之后呢，她流汗都不会晕的。出门戴个口罩，来给你们测试一下这个口罩啊，那是不是怎么搓？口罩拿下来干干净净的，再看一下防水防汗效果。那你去蹦迪都可以。流汗它都不会容易脱妆晕妆的。如果你们想要给妈妈一份好的礼物的话，这个 FV 粉底液一定要给他们买哦。